十九世纪末的台湾最南端，不但种族复杂，还是一个国际火药库。当时的万金天主堂，有一位西班牙老神父，却能够化解烧杀抢夺，调停械斗。牡丹社战役之后，清国大臣跟日本人谈判，经过天主堂，奏起内外一团乱的清廷，补发了一个奉旨传教的石碑。车城同浦的洋葱田旁边，有一座琉球名墓。日本人立下琉球凡民54名的墓碑，而且在立碑以后的第五年，就把琉球王国改写叫做日本冲绳县。1871年，这些琉球船员遇到台风漂流上岸，因为语言不通，而被廊桥地区的部落杀害。当时的琉球王国同时对清国和日本两边进贡。琉球事件在台湾发生以后，日本国说琉球人是反民，大清国说小台湾是藩地。琉球和台湾两个地方的主权问题，从此一直纠缠到了世纪末的日清甲午战争。牡丹社事件的战争之后，台南安平建了一个大炮台，受到日本军队自由进出台海的刺激。那个时候，清国改变台湾政策，开始比较主动。炮台的城门上面刻字“一载京城”，当时可能是希望它可以保持10000个10000年，墙壁永远坚固。